一个人平均五六百吧，大概。一年吗？一个人收入肯定有500嘞，不多。有些收入不到500，平均出来那些。一个学期就400多、嗯、那你们现在就你们组里面还是村里面还有多少个在读书的小朋友？村里面有多少个啊？12个。一共就12个。嗯，都和你一样大吗？是。
点了。等一下，那你读完初中还想继续读吗？想。对、okay。想考到各州。想考高中呢？然后。想不想念大学？是。想不想去成都上大学？想。